今次咧講到潛意識，潛意識咧呢好似個冰山咁樣樣，冰山咧你睇到佢上面咧只係一小部分，你睇下面大過幾多倍啊？即係好多好多倍嘅，即係成九倍嘅，即係好似十分之一上上面，十分之九落咗下面嘅。咁咧潛意識咧係好多時咧就係我哋受咗以往嘅事發生嘅，咁有不同嘅事情，譬如話細個嗰時。成日都俾人話侮辱，咁咧於是人哋話：，我哋一齊去去做啲咩事情啦，咩困難嘅事啦，即刻話你唔得噶啦，可以揾我嘅。呢個潛意識即刻有反應啦。其實我哋好多反應咧係來自潛意識，或者細個時覺得人咧好多時都唔中意我嘅，於是一諗到人咧同人傾偈咧，有啲人好驚嘅一種懼怕症嘅，有啲人咧。我係諗到要見人咧，你同人講嘢咧，話要見工咧就震㗎，手震㗎，因為死啦！見工，因為點解試過幾次俾人哋見工嗰時已經唔想見佢啦，所以佢未入去見工嗰時咧，係咁震啊震啊震啊，即係由佢面發出呢、這個就係潛意識。咁但係有啲人就覺得潛意識有乜可能認，有咩可能可以處理到咧？其實神既然醫治到我哋知覺嘅地方，我哋都可以醫治到我哋潛意識。好多時我哋知覺啊，基督徒。我哋都相信神愛我哋嘅，係咪？知道啲啊，知道。但係咪個基督徒都話：哎呀，神啊，你真係愛得我好緊要，哎呀，你真係錫得我好緊要，哎呀，我真係幸福得緊要啦。係咪成日都係咁樣樣嘅咧？未必嘅喎，因為點解咧？好多時我哋潛意識話俾我哋聽咧，好多人都唔中意我哋嘅，可能細到大咧都好多人中意我哋。啲朋友咧成日都覺得佢指責我自己嘅。咁嘅時候咧，即係個裏面咧見到咩就會凝住係有啲負面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，我都可以話我自己一樣。咁但係我就知覺去處理啦。咁我哋今次咧就講到呢個處理潛意識嘅問題啦。但可能你覺得哇，係咪得咧？咁我希望第一樣嘢嗱，你話係唔係得咧？呢、這個已經係潛意識嚟嘅，即係話係唔得，好難嘅。已經係咁多年都係咁啊，好難改變嘅。但係咧，神既然係醫治嘅神，佢全然可以醫治嘅，真係成個人咧可以鬆曬嘅。咁我祈禱嗰時咧，我都係完全咧靠主嘅幫。耶穌幫助我，多謝耶穌，耶穌照顧我，係全然嘅輕省嘅。好，咁咧就有啲咩顯示人嘅潛意識有問題？啲其中一啲例子嚟嘅啫，好容易受傷害。即係有時人哋講些少嘢，該你下一次執翻好張凳好唔好啊？咁佢咧即刻就受傷害啦，就覺得咧應該做嘅。應該做咁樣，即係人叫佢做嘢，唔應該做咁。咩喎？擔張凳啊咁咯。係啊，呢個第一，呢個咧就係嗰種潛意識咧，就係一種，即係佢中意話辦事啊，佢唔中意人叫佢做嘢啊。咁呢個第一種。第二種咧就唔係，就內疚。咁咧，即係人講呢嘢，同埋咧就覺得，其實啲人個個都唔中意我，少少嘢又冇做咩又冇做咯，或者另一個。意思就係、我真係都怕同佢結成嘅，即係個心裏面咧，我哋好多時都會俾自己標籤啊。咁亦都我哋好容易俾人標籤喎。譬如好多太太嘅對老公嘅標籤係咩咧？佢又唔聽我講，又唔中意傾偈，又唔表達佢嘅內心，又即係自己縮埋，佢將佢內心收埋嘅，即係佢定咗佢咁啊。啊，點解知個老公同嗰啲好朋友啲咁好傾嘅咧？點解同老婆唔好傾咧？咁其實有好多原因嘅，有時佢未識得同老婆傾偈啊，即係同輩咧，佢識得傾某種偈，但係同老婆嗰時咧講一啲有啲事情要處理嘅時候咧，佢就唔能夠唔識得去處理。咁第一佢自己有種懼怕喎，第二佢嘅太太因為咁嘅緣故，亦都會俾佢標籤嘅。咁即係人咧，有時咧就係我哋以往嘅經驗，令到我哋好易受傷害。有啲咩事咧，就會喺度，即係覺得好唔開心。其實人最難處理嘅就係人嘅影響，俾人傷害過咧，就好容易受傷害嘅。有啲咩事咧，人一話咧，就已經咧有啲人會喊曬喎，就因為佢裡面受傷害。咁你知道佢喊曬咧，嗱有啲人就好似佢話：唔好喊啦，使乜喊啦？啲小事啊咁。佢就太多人同佢咁講，即係我哋要睇出佢係覺得傷心嘅。我哋睇出佢又點樣去喺嘅時候咧接納佢，俾佢覺得被接納。接受佢有呢種感覺 ，OK 嘅，唔緊要嘅，係去安慰佢。咁但係我哋依家會講下點樣處理我哋潛意識，亦都可以講下點樣幫人嘅潛意識啊！呢
少個比較近一啲。好啦，第二咧容易負面啊，即係咩都話哎呀唔得啊，做唔到啊，誒冇用啊，啲人啊成日睺住我嘅，有啲人佢成日都覺得人睺住佢好笑，成日覺得咧個個人咧喺度唔知做乜啲乜嘢嘢啊，佢喺度陷害緊我啊，即係嗱呢個亦都係一種潛意識啦，佢入咗裏面咧覺得人對佢唔好啊，咁或者咧係容易懷疑人啦。啊！即係成日覺得人哋唔知做啲乜嘢啊，喺度指責人講，見到人喺度隔離喺度講嘢咧，指責人咁，佢咧就覺得佢喺度講緊佢嘅事，就係佢心裏冇呢種安全感啊，好容易辯駁啊！人哋講咩嘢咧，就辯駁啊！嗱，辯駁同埋解釋係唔同嘅。譬如話，啲咁樣話譬如點到翻都係啊，敬拜啦，你敬拜啦，好嘅，就揾人講啊，你咧敬拜可以啲嘅。我昨晚咧，我最衰啦，嗰日啊，我俾我講經經，我咗一兩點，我今日咧好眼瞓啊！我真係點樣敬拜到咧咁？嗱嗰樣嘢係有關，不過咧佢係猛咁解釋係嘛？其實佢可以好簡單啊，多謝你，我好感謝。但人咧就好容易就解釋啊，即係嗰啲廣東話叫咩啊？多少唔出牌，即係嗱，琴晚咩啊？有啲人對我咩嘢？有啲人講過啲乜嘢嘢啊？於是我就解釋，係因為個禽德咧係點樣領導啊咁啊，即係就會好多嘅解釋。嗱，你發覺咧，同嗰啲譬如你有細路嘅，或者你有丈夫太太咧，當你一講啲嘢，有時佢就會解釋好多嘅。咁呢個亦都係一種嘅辯駁。咁但係咧，你就唔好督穿佢喎。你督穿佢咧，因為佢都係嗰種，即係你督穿嗰個面頭咧，就叫做嗰個頭兵啊。督穿個面頭嘅底下就有大個兵嘅，就係、是、你點樣去幫佢處理嗰個裏面。好難相信神，我覺得神是不愛我的，神對我不公平的，神在愛弟兄的時候就愛我的，還有容易作發惡夢，如果你發覺容易發惡夢亦都是一個原因，即是裡面有潛伏的不開心，容易低沉，即是容易很不開心的，這個是一種潛意識在裡面，即是有一種問題的存在。好了，我現在舉一些例子，譬如潛意識是沒有人愛我，那這件事從哪裡來呢？細個嗰時，屋企人唔係好愛佢啦，對佢態度唔好啦，周圍嘅人對佢態度唔好啦，啲同學競爭啦，或蝦佢啦，都覺得冇人中意佢。咁會有啲咩表現咧？佢就會自卑啦，係啊，冇人愛佢，佢覺得冇人中意我㗎，邊有好朋友？我唔會，即係一個覺得冇人愛佢嘅人咧，佢係會對佢自己嘅生命嗰種。嗰種健康嚟，是但邊一個異性追佢咧，佢都一定要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佢覺得啊，有人愛我真係好睇，好到不得了嘅，就唔會分辨呢個人係唔係。即係有時點解有啲人咁容易去拍拖咧？因為佢屋企唔開心啦，佢又覺得可能冇人愛佢啦，佢好驚啦。當有一個人，就算佢即係明知個人唔好嘅，嗰人追佢，佢都一樣要嘅。點解？因為佢個裏面冇一種安全，佢自卑啦。自己哎呀，我真係慘！有啲人嘅祈禱咧係自憐嘅祈禱啊，即係點啊？唉，神啊，我真係好慘啊！你蘇，你求你幫我啦！我真係好凄涼。你睇我而家冇錢啊，而家我冇，但咩困難都即係好多麻煩。有啲人一講出個口出咧，就話哎呀，真係好煩好煩。其實呢樣嘢係由我哋成日睇嗰啲負面嘅嘢，又唔會用聖經處理。咁點解用聖經處理咧？即係神係供應噶嘛。神真的會幫我哋，但好多人就冇經歷過，即係冇去喺呢啲困難中經歷神。呢個係由小問題開始嘅。當你唔見咗一樣嘢嘅時候，你又唔見咗去邊度咧？主耶穌幫我，幫我快啲揾。嗱，我試過咧揾居屋啊，幾廿盒嘢。神啊，需要揾一樣嘢，唔該你幫我。跟住開咧，即係揾到喎。即係我真係會感謝神，咁亦都有時我祈禱揾唔到，我就會話神啊，你又唔幫我呢次，神啊，你今次唔理我啦。即係我唔會去咁樣講嘅，我就每一次神幫我嘅時候，我就話感謝神。好多嘅事情我哋經歷到幫助嘅時候，我就感謝神。咁個心咧就即係我哋習慣到經歷到神嘅作為，我哋就成日記實啦。譬如我哋祈禱中有人經歷神嘅，我哋就記實。哇！神咁好嘅工作，我要記實神咧係對我好好嘅。好啦。冇人愛佢，亦都會倚賴人啊！即係點樣咧？哇！一有個人對佢好啲咧，我話呢個係個人啊！你唔好走啊！你唔好走啊！你做我朋友啊！你唔好同第二個好啊！你一定要同我好啊！即係掹到實曬咁咧，
咁嘅人咧都好，佢啲朋友會怕喎。你去邊度？今朝去邊度？點解你唔揾我嘅？咩？你尋下我揾你唔到，咩事發生？咁嘅時候咧，哇！即係個個都好驚啊，因為佢裡面缺乏愛，即係冇人愛佢嘅時候咧，你發覺有啲人你識得佢有啲病態依賴，即係成日掹人嗰啲，就係佢裡面冇呢種安全感嘅問題，同埋咧容易受傷害啦，因為佢覺得咧邊個人又唔愛我啦，今次又唔愛我，佢就會好容易受傷害啦。埋過結婚啦，即係話一有個人中意佢咧，佢就快啲啦，即刻都發現啦。因為咧點解咧，平時揾唔到噶啦。如果單身咧就好淒涼啦，就變咗佢，即係佢覺得有人愛咧係最緊要嘅。佢變咗呢個係依賴人喎，而係依靠神喎，同埋好信心啊！神點會愛我啊？神點會幫我啊？我呢個係真係微不足道，我係小人物嚟嘅啫。個個神都用嘅，但係我係唯一不過小。如果我哋中間有時咁諗啊，其實個個譬如話，因為個個係嗰個咁少嘅人咧，其實話咧個個都少得好少。我哋自己話俾自己聽，我哋本來少得好多神嘅愛，咁呢個就一步步醫治。我一間會睇到醫治嘅嚇。好啦，咁然後咧就覺得神都唔愛佢啦。好啦，當我哋係有咁嘅情況嘅時候，點樣去得到醫治咧？即係譬如話成日覺得神唔愛佢。我哋都係用呢個德性報復嘅，咁但係我哋而家試一試啊，德性報復定幾大嘅先？第一講係咩啊？敏感呢個問題，第二咧，即係破壞性，第三聖經處理，第四真嘅神得力，第五選擇。好啦，嗱，譬如我哋有時發覺一班朋友唔睬我哋嘅時候，即係佢哋傾偈好傾啦。即係佢哋傾得好傾，我哋第一個反應可能覺得唔係好感投入傾偈，有時有啲人唔好感投入傾偈。第二咧，就覺得咧嗰啲朋友咁好傾咧，但係佢好中意我，即係心裏會有呢種感覺，有時講出嚟啊，或者一班朋友走一即係譬如一齊玩啊、傾偈啊、啊去遊街啊，跟住散一散嘅時候咧，行嘅時候孤單感，都係一種裏面缺乏一種即係。在神的愛裡面去講話，當我有呢種情況的時候，我就去反思啦。我係會唔會有時真係冇覺得自己係唔係幾好咧？譬如咧望下鏡咧，總係覺得自己好似佢生得咁大大好咯，個鼻又扁，自己個鼻人哋嗰個樣又好啦，即係會好多時比較自己啊，即係人哋自己啊，或者好多時咧就好負面睇自己，覺得咧自己係不被受歡迎。即係我哋知道呢個問題之後，我就。其實很多呢啲嘅潛意識咧，我哋好多人都有，即係我都承認我都係有過。不過我一步一步處理，一步一步去變為健康。但係我想我知道我點解咁樣，譬如話，可能即係敏感到啦，咦敏感到我同一班人嘅時候啊，譬如有啲人好傾得，基督徒咧我哋覺得好舒服嘅，但係同一班唔係咁熟嘅人，當佢哋傾偈好傾得，我哋自己就會有孤單感。即係會有呢種情況，咁你話好自然嘅喎，咁樣，譬如你啲班同事個個都好好傾，咁你自己能夠投到，好自然地自己係覺得孤單喎。其實孤單係咪健康咧？嗱，雖然嗰個情況你覺得係好自然孤單，但係呢個唔係健康嘅，因為天上嘅聖徒會唔會孤單咧？唔會喎，就算一個天使，神差派嘅天使去咗個地方，佢得一個天使去到幫一個人。佢會話：哎呀，我孤單啊！哎呀，我依家一個人孤單去幫佢，佢唔會噶，佢自己會好有平安，好有安全感嘅。咁但係譬如有啲人好怕去飲啊，點解咧？成日坐喺度食唔知講乜嘢咁啦，好唔自在。好啦，咁有啲人覺得好難處理，點樣處理咧？咁呢個就係我哋裡面有一種好實證嘅相信神愛我哋嘅嗰種嘅信，即係成日話俾自己聽，神咧係真係好愛我嘅。我哋有時咧就會睇到人哋好熟絡嘅時候，就會勾起一啲嘅孤單感。我自己咧係冇人睇起我，咁我哋就會追查翻點解係咁，因為成日覺得細個嗰時長大都好似冇人歡喜自己，好難有啲好嘅朋友。
咁於是咧，裏面咧係會有孤單感嘅。孤單感唔係一定話冇人嘅時候先孤單，有時一班人咧，有啲弟兄姊妹傾偈好傾偈，自己孤單。咁點樣處理咧？嗱，其實我自己都有咁嘅情況嘅。譬如我喺中學時期咧，一班人傾偈咧，我就唔係好識得同佢傾偈，同埋咧佢又好中意笑我嘅，前一時候好中意笑我。咁但係我同一個同學我就好傾嘅，但係一班人嘅時候咧，我係有一種失落感嘅，即係我都知道我有種失落。咁我嗱嗰個處理方法，即係講到譬如話，我哋覺得自己好似一種孤單咁，咁我就要即係話俾自己聽，用聖經話俾自己聽啦。佢睇到神係我牧者，佢真係睇住我嘅，佢喺前後環繞我。神冇話你係一個 small potato， 你唔係一個小人。因為有時我哋會咁啊，用一個例子。有啲我哋睇起嘅人，譬如當係一個牧師啦，咁我哋覺得咧，牧師咧就睇起某啲人，但係對自己就唔好睇起，即係有種咁嘅感覺，我係一個太微小嘅。咁我哋就要話俾自己聽啦，其實我都係好寶貴嘅，每一個人都係好寶貴，我係好寶貴，神都睇重我嘅，神喺我周圍環繞我、服侍我嘅，喺度祝福緊我嘅。即係我記得以前咧，我即係有時種感覺就係覺得一班同學總是我是那個不被看重的那個，但是我當我信耶穌之後，我就說神是很看重我的，神看重我呢，以至到什麼程度呢，他會日日圍著我，在我前後環繞我，按在我身上，詩篇139篇第五節，即他是不厭其煩，他是很有耐性，日日在服侍我。那我們就要告訴自己，有時我都會有困難，我有困難的時候，你不要以為我現在懂得這個輕鬆得勝我就沒有困難，我有的，即我有的時候我又不開心，那我怎樣呢？我就告訴自己，耶穌現在其實在服侍我，耶穌很想我歡喜樂的，耶穌是很疼我的，一直祝福我的，一直安慰我的，那我就說我可以給他安慰，我是神體重的，我是很寶貴的，即我要將我的信念呢由我頭腦注入我的心，然後進入我的潛意識，這個是需要時間，即不是一日之間可以做到的，我是被神所愛的，我是很寶貴的，雖然看上來有些人不是那麼喜歡我，但是神喜歡我就可以了，但有些人說他很難的，神是喜歡我的，那怎樣，那些朋友是真的不喜歡我的，但有些人真的在那個社交方面不是建立得那麼好，譬如在教會總是沒什麼好的朋友，不懂得跟人建立關係，這個也都影響他潛意識，一個長期的影響，令到佢覺得真係我係不受歡迎。但係細個嗰時候，我大個我都冇能力同人交往嘅。即係可能中間有時有啲人可能，即係可能我哋每一個都有咁嘅某程度上呢種情況。咁呢個咧，一方面咧就處理內心，一方面處理行為。潛意識係需要處理內心同埋行為。內心係點咧？而係話俾自己聽，即係已經一路行到神咧，好愛我嘅，神睇重我嘅，我係好寶貴嘅，神喺我生命有好奇妙計劃嘅。嗱，呢個唔係阿 Q 精神喎，阿 Q 精神即係話明明唔係講到係，但係我哋明明係，我哋以為唔係，我哋明明神愛我，你以為自己不被愛，我哋要相信到神真係好睇重我，即係我有試過遇到困難同埋俾人攻擊嘅時候，我就神其實好喜悅我嘅，神又愛我，又愛嗰個人攻擊嗰個人喎，嗰個人攻擊我咧係因為佢嘅問題，佢會攻擊，但係唔緊要嘅，我都依然祝福佢嘅。咁我心裏面一直對佢有正面，又對自己有正面。好啦，嗱呢個第一，但係行為又另一件事喎。譬如有啲人佢係從來學唔到同人交往嘅，學唔到同人交往，唔能夠有心嘅朋友，唔識得溝通內心世界，係邊度嚟咧？就是、因為細個覺得俾人害，所以唔敢將自己內心嘢講出嚟，越唔講就越冇朋友，越唔同人交往就越冇朋友，越冇自信。一同人傾偈咧，就覺得人哋唔中意自己。嗱，我細個嗰時咧，我講嘢點樣嘅咧？我講咗半一就停咗啦，嗰句説話。點解咧？因為我細個咧，屋企咧係唔聽我講説話。喺屋企咧係只係我聽，我哋聽父母説話。父母問乜咁就我。父母問你乜嘢你就答，答完咧就冇嘢講噶啦。所以我細個嗰時咧，我係冇信心嘅。講説話周成講咗一半嘅，所以我後來我嚟咗香港好多年之後，我翻嚟。咁我翻嚟，我係已經牧師啊！我爸問我，佢話你講啲咁口窒窒，點會做到牧師咧？因為佢嘅印象咧，就記得我細個嗰時咧，就係好窒窒嘅。你點可以做到牧師咧？咁呢樣嘢，我真係咧感謝神啊！係我信耶穌之後，我就開始分享同埋傳福音咧，嗰種勇氣就嚟㗎。喺我傳福音嘅時候好有勇氣，不過
當我跟一些人不是那麼接吻的時候，我就會有一種的孤單感。這個孤單感是不是健康呢？都不是健康的，我都要學習。那我就怎樣學習呢？很多種的，很多種情況下處理。我講個例子，譬如我的同學，我都發覺呢，我的同學會一起，有些同學是哇幾個好傾的，因為他們經常一起玩啊、吃啊這樣，很開心的。但很明顯看到有些同學是沒有出聲的，就是坐在一圍台吃飯是沒有出聲的。有些同學就由一圍走去第二圍，跟很多人聊天的。那我看到呢，其實不是個個都能夠舒服。那其實我自己呢，如果剛隔離那個好傾呢，我都就覺得很舒服。但如果隔離那個好像不知道說什麼呢，是困難的。那所以我自己要衝破自己了，我試試關心他，不要計較他跟我講我的嘢，我去關心他，問下他你工作怎樣啊，身體怎樣啊，那他講一樣我就會關心他。當我關心他的時候呢，咦，又可以建立到關係。這個就是可能我們本身是一種懼怕，但是我說如果我懼怕，我越是不能夠跟人交往，我就試下關心。譬如你可能有些做有些同事可能不是那麼接納我們，不是那麼接納自己的時候呢，又覺得他跟我很不同，我信耶穌，他們又不信耶穌，他們喜歡講真的飲食啊、玩啊，我又不是那麼有興趣那些東西。那我們怎樣？我們就 去留意他的東西，去找一些地方我們關心他。這是一個處理方法之一，學關心人。亦都當個關係進深的時候，學分享了。即是譬如有人講到他的困難的時候，我們都會分享我都有類似的困難。那當人覺得我們有一種透明度的時候，就能夠建立關係。很多人他不敢說自己的事，因為怕人家知道我的事情就會笑我的。有本書呢是英文的，他是什麼呢？他說為什麼我很怕告訴你我是誰？他因為呢，他說當我告訴你我是誰的時候呢，我怕你不接受我，你不喜歡我的時候呢，這個就是我是唯一的我來的。即有些人很怕，譬如告訴別人其實呢我很無膽的，告訴別人我無膽的時候呢，那個人呢搞錯，冇膽大個人咁大個都冇膽，搞錯啊就笑，咁啊就好驚啦。所以好怕話俾人聽我係邊個，因為我話俾你聽我係冇膽嘅時候咧，我係得咁多，我就係一個冇膽嘅人嚟嘅。咁我就好怕，本書就講到人好怕將自己嘅講出嚟。咁其實能夠有呢種勇氣講出嚟咧，已經係處理咗我哋嘅潛意識嘅一部分嘅啦。因為我哋嘅潛意識就話俾自己聽不可愛嘛。咁我哋點樣可以喺呢方面得勝呢？就話，其實個個人都有孤單感嘅。我自己作為牧師，因為我同過好多人傾偈，咁我其實我本身咧，我細個並不是一個善談嘅人嚟嘅。咁啊，但我當我做牧師嘅時候咧，我就去傾偈去溝通啦。咁我就發覺好多人都講俾我聽，唔夠膽講嘢啦，唔夠膽識朋友啦，定係有自己一班朋友啦，冇乜信心。即係我發覺係好多人都係咁嘅，係好少人話哇，我真係咧。好有自信心的，我做嘢好開心的，我成日都咁開心，我好少見到人咁樣。我亦都問過好多嗰啲好開心嘅人，有啲人真係好開心，我又識得啲人，成日都咔咔笑嘅。咁我就問佢，我有啲好奇，我成日見到你笑，其實你有冇唔開心啊？佢哋都話俾我聽，其實佢一樣有，即係話咔咔笑嘅人咧，其實一樣有佢嘅唔開心。咁當我知道原來人人都係有一啲咁嘅問題嘅時候咧，咁我就。即係變咗 有信心，其實我嘅懼怕並唔係唯獨我一個人，其實人人都有，人人都有啲驚嘅。嗱，我當呢個係一個人啊，或者當呢個係佢又驚同我傾偈，我又驚同佢傾偈，咁咪兩個坐喺隔離嘅，即係坐喺度，佢有佢坐，我有我坐啦。但係當我諗到其實佢會驚同我傾偈，咁佢有種懼怕，咁於是我就去第一。向佢笑下啦，而家向隔離嗰笑一笑好，笑一笑，你好啊，祝福你啊，笑一笑咧，你好，笑一笑嘅時候咧，嗰、那個橋梁咧，即係搭咗個橋喎。咁呢、這個其實呢個就係學習啦，點樣學習衝破自己覺得不被人愛啊？一方面係內心嘅處理，一方面係行為上嘅處理。當我哋越係能夠勇敢地向人笑。關心人的時候，發覺關心某些人的時候，他講出他的問題，而我們不要踩他。先說我說，唉，我很怕跟人傾偈，什麼怕，有沒有搞錯啊？怕什麼啊？都不用怕的，這些沒有怕的，這樣他就很害怕。然後我們會說，是啊，我也有試過怕的。
其實人都會有啲怕嘅。唔緊要㗎，我做你嘅好朋友，你我可以傾偈㗎，我開心認識你嘅嘢咁。咁咧就安慰佢啦，安慰佢嘅時候咧，我一開始同一個人熟咧，慢慢能夠溝通。有啲人咧，佢就熟到上下就唔可以熟㗎咯喎。點解咧？佢覺得唔敢將佢嘢講出嚟。咁其實我哋都冇需要將你所有嘅家事挖曬出嚟同人講嘅，係冇需要嘅。但係咧，有啲係影響緊我哋嘅嘢咧，如果我哋想同人分享嚟到去互相支持咧，係可以建立關係嘅。但係你要分辨，你分辨嗰個人係咪一個口多嘅人。咁你口多嘅人咧，你就講啲好普通就算啦。口多人你都同佢傾偈，即係，但係咧你就唔好將你啲重要嘅秘密講俾佢聽。你重要秘密講俾佢聽，你如果個個都知道㗎啦。咁你知道之後咧，可能係好失望嘅。咁所以呢個分辨嘅能力，其實原來建立呢個能夠，即係覺得我唔係一個不可愛嘅人，係需要好多嘢處理嘅，需要通過呢種膽怯啦、有信心同人傾偈啦、聆聽人啦，人哋講話你啲唔好嘅嘢嘅時候，就冇咁驚啦。嗱，我試過一次咧，好耐之前，我曾經打一個電話俾一個女仔，嗰陣時我就係中學時期。咁咧，我一打到佢咧，就係佢嘅妹妹接咗。妹妹接咗啦，跟住我就以為佢嚟喎。咁我就喺度同佢講嘢咯，就好似同佢家姐講一樣。跟住佢話：你係咪想揾我家姐啊？咁啊。咁我咧，哇！即時咧遇到咧係真係無地自容嘅，抖啲捐落邊度咁。即係我哋有時咧就會有呢種咁樣嘅羞愧啊，即係覺得自己好醜怪啊。嗱，如果我今日做咗呢件事咧，我又唔覺得好大件事，我覺得。都會㗎啦，咁樣大件事啊！但係當時嚟講咧，即係呢種嘅覺得自己唔重要嗰種感覺實在好強，所以當時佢一話係啊，即係係佢妹妹嘅時候咧，我心係覺得好軟好臭怪。咁但係呢種都係我哋需要學習去勝過嘅。如果大家留意嘅時候，你有冇發覺你內心裏面有幾多樣嘢？嗱，我而家問一問你，睇有冇你自己數下，你唔使話俾我聽嘅。有冇有時怕同人講嘢咧？有冇有時覺得人哋都唔係好中意同你講嘢咧？好似覺得同好似好難同人建立一種深嘅關係，覺得咧其他人好重要嘅，我咧就係一粒細豆嚟嘅啫 ，small potato 係唔重要嘅，冇乜人睇重我嘅，我係一個唔重要嘅人，即係喺呢個裏面有冇呢啲嘅感覺，或者同人傾偈嘅時候咧係好難建立關係嘅，而見到人哋建立關係嘅時候，個心有種酸酸嘅感覺。嗱，呢即係話我哋裏面有啲嘢需要處理。咁你又哇，咁咪好多樣嘢啦。但其實我哋放低自己又可以處理到嘅，唔係好難嘅啫。怕面好唔緊要，我要基督徒真十字架冇乜所謂嘅。人哋唔睬我唔緊要㗎。嗱，我成日都去睬人，我都曾經講過呢個情況，就係我曾經喺醫院做軟木。軟木嘅時候咧，我同一個基督徒招呼，但每一次我話稱呼佢名，跟住早晨，跟住佢就梗係。快到不得了，早晨咁啊，咁已經好快脆咁耷低頭，我每一次都好唔舒服。咁呢種唔舒服咧，就會勾起我嘅裏面嘅唔舒服啊。但係我就分析啦，其實呢個係可能佢有種懼怕，但係我冇踩佢喎，我話呢個人真係衰啦，冇用啦，唔係咁講。可能咧佢有種怕醜啦，怕同人講嘢啦，可能佢個背景佢冇呢種栽培呢種勇氣，咁我就去處理啦。處理之後，我仍然勇敢地一樣去同佢招呼。咁呢個咧就係話，我能夠處理嘅問題並且得勝有餘。咁並且咧，佢又次次都係咁喎。咁我點樣未埋氣，我就已經一路處理啊。主耶穌幫助我，俾我力量。哈利路亞，耶穌同我一齊嘅。哈利路亞，佢會可能有呢個反應，唔緊要嘅。呢個係佢嘅問題。哈利路亞，早晨，哈利路亞，你好啊。咁佢咧又係一聲又係咁樣，到我走嘅都係咁。咁我又發覺一樣嘢喎，當我真係叫佢名而問咗問題，佢又真係答我喎。不過每一次叫佢早晨咧，佢都係同樣嘅反應。咁我又覺得個關係變咗個程度，問下佢，即係其實呢樣嘢好難講嘅。如果真係有一個情況需要講出嚟咧，我哋真係要好坦誠，同埋有好多正面嘅説話墊底，同埋有個關係墊底先得嘅。如果關係墊底能夠有啲地方墊底，然後講出一樣嘢，有一樣嘢咧，如果你做嘅時候，我會好開心嘅咁，譬如咁講法啦。咁話咩事啊？咁啊？你話咧，我同你打招呼嗰時咧，如果你咧望住我咧，我會好開心嘅咁樣。咁咧，佢聽到嘅時候咧，用咗正面啊，即係話你係好寶貴嘅，好重要嘅。咁但係可能咧，我哋即係
即係我哋能夠表達出呢種感覺，而唔係一種踩低佢嘅感覺啊。咁呢個係一種勇氣嚟喎，但唔係個個人做到，即係唔係個個人需要咁做，係覺得需要。呢個人到我走嘅，我都冇處理，因為我覺得呢個人我唔需要處理。但有啲情況我就會處理嘅，我係睇人去分辨。咁我希望大家都係會喺你生命中，正如我哋所講嘅，覺得好似好怕人傾偈啦，覺得人哋未必睇醒我啦，我講嘢可能人哋唔中意聽啦，即係有不同嘅呢啲咁樣嘅負面嘅感覺，你有冇勇氣處理呢？作為一個基督徒，佢成熟咧，點樣成為一個成熟基督徒咧？就能夠處理啲事情。當你處理到之後咧，咁你係點咧？能夠見到咩人都同佢傾偈，唔緊要嘅。咩人喺教會裏面都可以同佢傾偈。但好多基督徒，我發覺咧，佢就係做唔到呢一點啊。佢係好少同陌生人傾偈嘅，佢只係自己同最熟嗰幾個傾偈。咁亦都佢又做唔到基督徒，即係神吩咐我所做嘅事。咁嘅時候咧，佢就發揮唔到生命出嚟。所以這件事呢，這個處理沒有人愛我這件事，你發覺處理哇真的需要時間，是不是需要用功夫，但你覺得需不需要處理呢？需要處理。還有沒有需要處理，即是這個裡面覺得還是有些事要處理的，是不是？我都覺得都有些事要處理的。譬如很簡單，在普通情況是沒有問題，但當有個人拒絕我的時候呢，講啲説話話我嘅時候咧，我就可能會有咩感覺呢？我都係不受歡迎嘅，即係可能啊，勾起啲人都係唔中意我嘅，我都係做得唔好嘅。嗱，呢一種嘅感覺勾起啦。咁勾起嘅時候，我就要分辨到底呢個係我問題，佢嘅問題，而我點樣去面對咧？咁樣，咁我希望大家能夠處理到呢一啲嘅問題，咁我哋能夠得勝有餘啦。嗱，我細節去講，細節講，咁點解我細節講呢？如果我好理嗱嗱嗱，你唔使理啲事噶，咁樣你當冇事得噶啦，你愛佢得噶啦，關心咁你可能你即係你過水到鴨背記得咗，但係我希望你翻屋企時常留意自己內心世界，留意之後唔好俾佢打沉喎，唔好話哎呀佢又唔睬我啦，哎呀慘啦好慘啦咁啦，即係唔好俾佢打沉，而係話咧好啦，我知道有個問題，我點樣去處理咧？咁呢個咧就係靠耶穌得勝。大家攞唔到有乜問題啊？關於呢方面，嗱呢個係真係一樣，可以話一種藝術同埋勇氣去面對嘅一樣嘢。有冇人有喺呢方面嘅問題？我都會講其他嘅。係好，係一樣啦。可以講下。嗱，譬如我講個例子啦。咁我啊，嗰啲時候宣教，咁我用普通話啦。咁我有啲日子咧講得好流暢喎。咁有啲日子咧講起上嚟咧好甩勤啊！一講講錯，咁一講錯之後咧，哇，好醜怪咁樣啊！即係覺得自己好唔順暢啊！咁我就發覺原來我就即刻俾呢一種失敗感嘅潛意識影響我，即係我覺得如果講順暢啦，哇，五百八好舒服。但係當我覺得唔順暢嗰陣咧，喺裡面就有一種覺得自己唔係咁好，唔係做得咁好，有一種失敗感嘅潛意識會唔會有時出現？呢、这個即係我哋原來當我留意嘅時候，人人都有呢啲咁樣嘅潛意識。個問題就係你處理得越多，個人會越受害。好啦，下一點啦，我冇用。即係有時點解會覺得自己冇用呢？可能以前做過好多唔好嘅嘢啊，俾人哋笑過啊，失敗過啊，於是咧就有種失敗感啦。好啦，咁表現有咩表現呢？容易自責啦。唉，真係衰啦。哎呀，點解講啲咁嘅嘢？點解做啲咁嘅嘢咧？就好容易會自責，自己話自己啦。其實自己省察係好喎，但係省察同自責係唔同。自責點啊？真係衰啦！今日喺個人面前衰咗，哎呀喺人面前衰咗。今日領敬拜唱走咗個音，真係好肉酸㗎！真係人哋未出聲話出咗個突咗聲出嚟，真係好肉酸。係有時會咁樣咧，因為點解咧？其實嗰、那個點解我哋突把聲出嚟覺得咁肉酸咧？其實係邊個作怪咧？呢個係自我啊，即係唔衰得，一衰咗咧就覺得好醜怪啦。呢、这個就係一個自責啊，即係自我嘅，即係去批評自己啦。好怕人批評啊，當人哋一講嘅時候咧，有啲咩意見嘅時候啊，即刻成個人即係佢有啲咩即係譬如同佢講有啲嘢，我想同你講下，咁啊即刻咧就好驚啦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咁嘅情況啊，我自己有時都有試過啊。有個人想同我講嘢，我即刻死啦，諗啊，唔知佢係咪講啲？
話我啲做錯嘅嘢咧，咁即係我哋有時咧會怕一種人嘅批評，呢種係一種潛意識話，即係覺得我哋冇乜用啊。咁另外咧就係、是、覺得自己冇用嘅人咧，對自己要求咁大嘅，譬如彈琴咧，如果學彈琴咧，哇一彈錯音咧就好驚啦。於是咧佢越彈就越驚，越彈就彈唔到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好緊張，但係佢越輕輕鬆咧。係越唔緊要啦。咁我發覺有一個人咧，我同佢打波咧，即係我哋嗰度有一班人喺度一齊打波嘅。咁有一個人咧，佢平時開波咧係冇咁大力噶。咁我哋有一次咧就唔係正式即係打波，平時咧就四個咁打啦，打雙打啦。嗰次咧就三個，即係玩嘅砌下咁樣。嚇！佢開波行到不得了喎。我就同佢講：哇！原來你喺冇壓力之下，你開波開得好勁嘅喎。在他有壓力之下咧，佢係開唔到咁勁嘅，佢就好驚越出界，即係一到到真係比賽嗰陣時咧，佢就驚嘅。但佢唔係比賽啦，佢玩住玩啦，啪一聲個球咧，哇飛到好好勁喎！即係佢對自己有個要求啊。當佢要做到一樣嘢嘅時候，好驚啊！咁咧咁嘅時候咧，佢亦都會有一種嘅壓力喺裏面，就變咗咧好冇信心。咁我曾經咧試過咧，我喺以前嘅教會咧，我訓練咗兩個人咧，去願意侍奉主喎。咁就係主喎，一男一女，而同時佢哋又拍拖嘅，即係呢個係無關㗎啦，即係不過啱啱佢兩個都拍拖，即係兩個係同對方拍緊拖嘅。咁呢個女性咧，呢個女仔咧就好有一種責任感去照顧佢嘅男朋友啦。咁佢咧就發覺男朋友咧中文唔係好好啊，就好想去更正佢。結果有一次咧，佢就點咧？佢就有個主意啦。佢個男朋友講到嘅時候，佢就企喺隔離啦。當佢一講到個字唔識嗰時候，佢即刻同佢講埋。講得不清楚咧，佢即係同佢講埋，咁你估個後果點啊？哇！佢個男朋友好驚，佢我而家好怕講到啊，死好驚，好大壓力啊！咁因為一方面咧就係佢個男仔對自己要求，第二方面就係嗰個女仔對佢要求俾佢好大壓力。咁有時我哋就係會有呢種情況，所以我哋都諗下，到底我哋會唔會俾自己壓力咧，俾人壓力咧？如果潛在嘅問題就係我哋覺得自己冇用，所以引致我哋咧覺得咧。有啲咩做得唔好咧，就好大嘅要求啦。譬如點解有啲媽咪啊個仔女考第三都唔開心嘅，一定考第一嘅。你上次考第一，你今次唔可以考第二。你彈琴啲，哇有冇搞錯？你彈出嚟咁就因佢將佢嗰啲希望咧放曬喺佢仔女身上。咁我哋會唔會對自己一種好大嘅希望？我好希望做到一樣嘢，亦都有時一做得唔好咧，就我覺得好瘀啦。咁我哋又要處理呢啲事情，咁點處理咧？咁就講埋呢度先嚇，點處理咧？同埋對配偶兒女有要求啦，對人有容易批評啦。其實對人批評嘅人，佢通常對自己批評係多幾十倍或幾百倍嘅。當有一個人咧批評你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入自己批評嘅，其實佢好淒涼嘅，佢好唔開心嘅。好啦，同埋失敗感啦，當佢一做得唔好嘅時候，佢失敗。咁我都講俾大家知咧，我即係曾經都喺呢方面咧。呢種嘅懼怕之下咧，曾經即係一喺侍奉裏面咧，有啲人嘅批評咧，就令到我好驚，有一種壓力感啊。咁我嗰陣時點樣釋放咧？咁我知覺到我真係有種驚，有種懼怕失敗。咁我就話俾自己聽，我就去用聖經去諗。我話其實我好努力，但我果效未到。咁而我咧就諗到聖經喺哥林多前書四章二節嗰度講到話，所求於管家的。是要他有忠心，唔該攞樽水俾我，出面攞樽水俾我。咁我就話，其實我有忠心喎，我忠心，我做得果效唔好都唔緊要，但我依然嘅心係唔舒服。咁我就日日宣告話俾自己聽，神好愛我㗎。其實咧，我有咁嘅意念喎，有時咧滿足神係容易過滿足人嘅，因為神咧只要你努力要做咧，佢就會開心嘅。但人咧有時會睇到我哋做得唔夠好咧，佢就會。但是我們依然不好因為這樣而不喜歡人，不過我們知覺原來人有時對我們的要求是會令到我們很不開心的，才能夠很開心很輕鬆地面對自己的失敗。那我在當時我就真的有一種這樣的壓力，但是我只告訴自己，所求於管家要去忠心，我真的努力的，我努力的時候可以放鬆可以輕鬆的，那我真的鬆一點，但都未鬆完，真的不是容易的。咁我亦都講俾大家知咧，有時啲噩夢咧就會俾我哋知道嘅。有啲人咧，佢話幾廿歲都唔知做乜嘢，點解發
發埋啲夢咧，就係唔記得考試，唔記得做功課，已經唔使做功課幾廿年啦，係個失戀喺度，種失敗感，即係做一直控訴自己啊。咁我哋自己真係學，即係我自己話俾自己聽，唔緊要嘅，我盡力做，做得唔夠好唔緊要嘅，我可以改善我就改善啦。咁樣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可以接納自己講錯咗唔緊要嘅，笑下，哎呀，講錯咗對唔住啊咁樣，即係變咗個人咧。就輕鬆啦，咁啊心裏面真係覺得唔緊要喎。嗱，雖然可以改善要改善，做錯真係要改，唔可以話做錯我係咁噶啦，你唔係咁你我係咁噶，你要我走啦咁啦，即係唔係咁啊，而係話咧我可以改善，我要改善，我盡力可以做得幾多係做幾多嘅。OK， 咁我哋大家去諗下啦，即係話如果我哋內心裏面覺得唔好用咁。即先講到心理上、心靈上點樣，就係、是、相信神愛我，我做咩忠心神就會喜悅嘅。我做得唔夠好唔緊要嘅，呢個內心實際行動啦。我哋需要實際行動先能夠處理嘅。譬如嗰人成日做嘢，真係成日都做得唔好嘅，佢好難覺得自己有用嘅喎，係咪？佢成日都冇記性嘅，佢成日都撞板嘅，成日都同人鬧交嘅，佢梗會覺得自己失敗。咁呢樣一定要改善。但係呢個實在係太多元化，咁有時有啲嘢係需要處理。嗱，譬如有人曾經同我講過嚇，即係其實唔止一個人同我講過呢樣嘢嘅。佢就話俾我聽：，唉，我好擔心，我成日都好擔心，死啦！記得帶鎖匙，唔知有冇記得帶鎖，唔知有冇鎖門咧？嗱，我自己都試過咁諗過嘅，死啦！出門有冇鎖門咧？個門有冇閂埋咧？唔知係咪冇鎖門走出嚟咧？我真係事前試過一次咧。個車房門大開，開咗個車走咗，個車房門開咗成日，咁我就驚啦。咁我驚嘅時候，我就提醒自己啦。OK， 我下一次我鎖門嘅時候，我鎖咗門啦，嗱，鎖咗門啦，記住咯喎，收埋鎖匙就，咁啊處理咗問題。即係以後咧，有驚住自己有冇鎖門咧，鎖咗啦，嗱，指埋邊間鎖咗門，咁咧就處理咗呢個問題。即係有啲咩問題，我哋就可以根據嗰個問題嚟到去諗。其實我哋每個人有呢個智慧去處理嘅喎。我哋係有呢個智慧，譬如話同嗰啲關係唔好，啊佢好易批評我，咁我點處理呢？如果一個人係人都批評，咁我哋可以接受啦，多謝佢提議啦，有啲改善啦。但有啲咧，即係佢太過吹毛求疵，我哋就學一樣啦，我哋就學心裏面咧就放鬆嘅，就能夠輕鬆地喎。多謝你提醒我，啊呢樣嘢係比較難啲嘅。不如你同隔離嗰個，假設隔離嗰個同你講嘢，你笑手同佢講，多謝你提醒我，得唔得？多謝你提醒我。假設嚇，到時發生係，所以有兩公婆，你係咪兩公婆？我冇假設錯咗，係咪兩公婆啊？你哋係咪啊？係咪兩七人？我哋唔知。對唔住，我唔知係真定假，咁邊就都好啦。咁啊，尤其如果係有兩夫妻嘅咧，一齊隔離或者熟嗰啲咧，真係能夠話即係多謝你提醒我，呢句説話咧係非常之好嘅。好啦，即係話有時有啲人佢真係批評係過分嘅，咁我哋就要學習嗰樣嘢要分辨，同佢劃清界線，唔好俾佢影響，唔好俾佢即係影響到我哋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次講嘅咧，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問題，我希望大家今次。冇咗聲個麥，個麥冇聲，我嘅對唔住嚇。咁咧，我哋需要翻屋企去處理試下嘅。喺呢度，我而家好快，然後咧，我哋會有見證同埋祈禱時間啦。前面識譬如覺得人唔好啊，另一個潛意識就係啲人係人都衰嘅，個衰，因為預見個衰人咧就係人見到咧就覺得佢好衰噶啦。尤其咧個樣衰嗰啲啊，或者啲頭髮咧，即係嗰啲唔同啲妝啊，染咗顏色啊。總之佢個樣同人哋唔同嗰啲咧，就已經個心裏面形容住咧，呢個人咧係唔好人，即係有啲咁嘅情況。咁咧就會有咩表現咧？好容易批判人，見親人咧就喺度，即係會一聽到講啲咩咧，就已經個心裏面有種批判，即係呢種潛意識潛在。嗱，我哋發覺其實好多人都有呢種情況，好容易會批判人嘅，同埋會憎人啊，講人嘅閒話喎，一好容易背後去講閒話噶。基督徒都好容易講閒話喎。有時崇拜完咗去飲茶就講咩呢？講下今日同事講到有咩講得唔好嘅地方啦。咁其實呢個係冇益處嘅。咁如果我哋在場應該就鼓勵佢諗下有啲咩今日聽到好嘅地方，就冇諗嗰啲聽到自己覺得即係、
即係覺得牧師講得唔好，應該諗下牧師有咩講得好嘅，或者對人唔信任啦。嗱，咁耶穌都話過，佢唔將自己交託人，因為佢知道萬人嘅心，所以佢唔會，佢知道萬人嘅心，所以佢唔會交託，將佢生命交託俾人。咁我哋作為基督徒咧，我哋唔需要交託自己的生命俾人，係我哋係即係話我哋嘅生命係交託俾神，但係我哋必定要對人有信任。點解咧？梗有啲信任喎。咁你譬如叫人，唔該你同我寄封信啦。嗱，寄實寄咯喎。千祈唔好唔記得寄啊！你唔記得咗寄好嚴重㗎咁。咁嘅時候咧，佢覺得係神咗咁過㗎，做咩嘢都好唔信任佢。咁嘅時候咧，係好難合作嘅。或者夫妻之間有時一種咁嘅情況嘅時候咧，啊當然你如果真係好重要咧，過問翻佢。但係咧，有時有冇發覺有啲人咧去整嘢咧，去揾嗰啲師傅咧，佢就會問好多句嘅。個師傅已經答完一次，佢又再問，問完佢又再，即係佢答完又再問。就是一種不信任，即是重複其實是不同的問題，就是因為他難於對人有信任，或者憤世疾俗不信任神，因為人不好其實神都是不好的，這個也都會到這個程度。潛意識就是受傷害未得醫治，就是說裡面的受傷害，那會怎樣呢？憎恨人的人是傷害人的，譬如有些女性被人男性傷害過，那是男人就壞了，男人就是傷害女人的，那這個變成一種病態的憎恨啊！咁有時有啲俾父母即係欺負啊、唔好啊，咁結果咧對所有嘅即係在上嘅人咧都有一種抗拒感嘅，咁呢個都係一種要處理嘅，或者怨恨呢個世界容易發泄怒氣，即係好容易啲，即係佢裏面好傷害啊，於是啲怒氣發出嚟啦，啊心中好容易傷痛啊，覺得世界唔公平或者神唔公平啦，即係覺得點解神會咁樣樣咧？為何神會容許這事發生，同埋會發惡夢啦？嗱，呢啲其實我係舉啲例子啊。如果大家留意你個內心某一啲嘅情緒同埋有啲嘅表現，自己會彈出嚟咧，你就追查翻到底係有啲乜嘢潛意識嘅存在，即係佢有個根源嘅。個根源可能俾人傷害過，根源可能覺得人係唔好嘅，覺得咧自己冇用嘅，係自己冇價值嘅，即係嗰個來源喺邊度？咁我哋揾到嘅時候咧。我哋係可以用聖經嚟到處理嘅，即係話神睇重我嘅，神愛我嘅，有問題可以處理嘅，行動可以處理嘅。嗱，呢個係需要時間。有冇人諗到一啲你面對緊嘅潛意識嘅問題？你講出嚟，我唔答嘅你嘅問題有冇啊？有冇人諗到一啲情況 ？OK， 嗱，呢個德性無窮，我哋就先講過嘅嚇。一齊再講一次，第一係咩啊？敏感呢個問題啦，第二。破壞性第三，用聖經處理第四，真人神得力第五咧，選擇。咁所以你試一下呢個禮拜，我希望大家能夠翻嚟咧，分享翻咧，即係啊喺呢件事上點樣得勝。咁呢度咧講到宣告祈禱嘅嘅幫助。啊，其實咧，大家翻屋企睇出埃及記33章同埋34章，有講到神咧喺度宣告啊。他宣告他的名字很特別的，在出埃及記34章是說到他在宣告他的名字，他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沒有恩典沒有憐憫的神。哇，很神奇，為什麼神奇呢？譬如我會說要割菜，要割菜很愛主的，即是我們這樣現在買了一些是不是那些驕傲的頭啊，即是我們不會這樣做，因為我們實際上人是有罪的，要割菜要割菜是一個罪人來的，即是我們不會宣告自己，但是我們會可以宣告神都宣告他自己，因為他的名字太美好了。所以宣告神是有聖經的根據的，神都自己宣告他的聖名的。而宣告可以宣告什麼呢？這件潛意識不是一天的。如果一個人經常覺得自己沒什麼用，沒人看見他，他是需要長時間的宣告，一直讓他的心平靜安穩。第一，譬如神好愛我，好睇重我，我真係好寶貴啊！神真係好愛我噶，好錫我噶，我好重要，即係日日都去自己相信我係寶貴嘅。呢個第一啦。第二咧，神大大用我嘅。第三咧，我親近同埋尊重神咧，神一定蒙福嘅，神一定咧祝福我嘅。然後咧，靠住神我可以輕鬆喜樂得勝嘅，輕輕鬆鬆可以好開心嘅，唔使咁大壓力嘅。第五咧，我拒絕任何負面嘅潛意識、負面思想同埋情緒。有咩負面嘅，我可以處理嘅，靠住耶穌可以處理嘅。
嗱，呢啲只係啲例子，即係大家其實可以有好多不同嘅宣告。每日都去宣告嘅時候咧，你嘅心更加平穩安靜。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。嗱，我喺呢度，我想停啦，因為有人仍然會有分享嘅。啊，有冇人想問問題？因為今日所講呢個咧，唔係咁容易應用到嘅。潛意識，首先你發掘下有咩潛意識，然後你處理咧，係唔係咁容易嘅？呢個係需要好勇敢，同埋有智慧分辨到，然後去處理嘅。咁我都希望你啊，下個禮拜如果你有啲處理到嘅，翻嚟話俾我哋聽，可以咧去更加了解。咁咧就喺呢個時候咧，宣告咧係無限時間嘅，有時你行下喺度搭車，喺度喺路上喺度做嘢時，覺得唔開心，耶穌好中意我，神都好愛我嘅。即係有時可能半分鐘，有時你可能幾個字，即係其實祈禱係有短有長嘅，所以冇限制嘅。不過如果你個心壓住，你就喺度宣告到自己鬆，即係如果你可以嘅話，即係耶穌好愛我嘅，耶穌睇重我嘅，耶穌祝福我嘅，我唔需要擔心嘅，擔心只係多餘嘅啫，擔心咧其實係傷害自己嘅，咁樣去話俾自己聽。其實呢啲都係用聖經嘅觀念，不過聖經未必有嗰個金句，但係用咗聖經嘅觀念攞出嚟嘅。所有嘅唔開心，所有嘅掹枕勞嘈，所有激氣，所有負面嘅情緒，讓我哋心裏邊日日都平穩安靜，日日都充滿喜樂。嗱，我一路相信耶穌嘅愛嚟到去唱。呢首歌歌詞好簡單，大家可以記得咧，你可以唔使望住嘅。我讀一次俾大家聽：我的心平穩安靜，好像存過奶的孩子，在他母親的懷中，我的心平穩安靜。我的心平穩安靜。
處理我哋嘅情緒，讓我哋心中咧係平穩安靜嘅。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感謝天父，榮耀重讚歸俾天父。祈禱奉主耶穌聖名。